代表党和人民，庄严宣告，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，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，正在意气风发，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！